cover 一起唱，一二三。爱没让你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应该只对陈琳有感觉吧？哦，他上次有拍节目，我在讲杨丞琳的讲话了，他超爱你，他有真情告白。杨丞琳，你每次都只有在别的节目表白，今天真的是个节目，那你哎不要这样，会人家刚出来，让人家会尴尬这样，不要不要，快点，好，来嘛，不会，那唱好了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就给你一点点时间，你对他唱一首情歌。请起立，知道你脚不方便，那今天特别一点，起立吗？起立，起立。陈琳她还说她的刘海是学你剪的，剪得好啊，好可爱。好。所以这首，刚刚老师继续啊。啊，真的。真的。没让人受尽委屈。要看陈琳啊。看着陈琳。眼睛要细看。何时该前进？何时该前进？在这里，发抖了。哎，他们如果有绯闻，是那种大家。